我没有，我当然不会认为生命廉价，我只是好奇而已，我应该如何解释？可以了，我已经知道你的真实想法了。抱歉，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情，过于激动了。校长，你这么愤怒，一定有原因吧？既然你是异界人，那告诉你也无妨。说，这个世界的生命体都是锻造出来的。没错，可以说，除了伊莎贝拉的魔神一族之外，在修罗大陆上，这些神创造了其他一切智慧生命。他们虽然强大无比，但必须靠吸收开拓神石的精华才能生存。于是，神王创造了人族、兽人族、矮人族。让他们繁衍生息，从而不断回首，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我们只是神族圈养的能量源而已。神安排古早巨龙赐予每个王室成员龙神之力，从而巩固王室的统治。神石已经枯竭，安德智，吾即将进入休眠状态，你好好督促人族，让吾等在休眠时也能及时得到补给。作为你忠诚的奖励，这是吾赐予你的。人族若是有任何的越轨举动，就由你出手，让他们感受神的愤怒吧。遵命。校长，难道您一直和摄政王一起为神族提供生命体？我没能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。知道摄政王是如何与魔神族达成和平条件的吗？莉莉安同意为人族提供未来5年的魔神族生命体。这要是让伊贝知道。相爷，你自己在那里做什么？我和校长。不见了，这件事暂时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伊贝。这下可难办了。魔神族大军在矮人国50里外扎营，矮人国向本王请求派兵增援，不知众卿家有何意见？矮人族爱好和平，与我们一直建交，臣希望陛下能派军援助。索菲萨斯说的有道理。陛下，我们虽与矮人国是邦交国，
但也已经与魔神族签订了和平协议，所以还是不插手的好。王爷说的对呀。虽然我们与矮人国一向交好，但此一时彼一时啊。好，王叔考虑周全，本王决定不干涉他们两国的战事。陛下英明。好饿啊，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拆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，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。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能来吧。大师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到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永无头开始新的冒险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，我要退出游戏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